好，今天是10月21号，礼拜五。那今天一样例行来个剃头夜。今天是我5天连假的第一天哦。那我其实最近也有一直持续在做训练啦，大家可以看到稍微的身材应该是有明显的变化吧，肚子也没那么大了啦，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增肌减脂啊，这样从饮食上面控制啊。会比训练还要来得快。那今天的发型比较不一样啊，我不会再理平头了。我今天想要尝试一下，比较有造型的发型啊。那我在第5天我就把它剃掉，这也是我一个原则啦，就这5天内做一个小尝试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就是直接用裸刀来剃，上次的光线好像没这么好。那我这次有稍微的注意一下，现在灯是打在我身上的，所以应该是比较不会有太背光的问题啊，直接来剃了。它这个技巧就是说，你垂直上来的时候要收刀，而不是继续往下理。这样子就会比较有型啊。比较难看到侧面的，
大概是这样吧。这边好像有点剃过头。后面比较看不太到，不过我前面看好像还行，主要是这个发际线要理好了。OK， 我自己凭感觉修的，看一下后面。应该可以吧？我侧面这样看，还行啊。这边是我后面看不到，我可能等一下要看一下录音。好，就这样，今天就先剃到这样，礼拜五再把它剃掉。啊，应该说5天之后再把它剃掉，礼拜三。这里再小修一下，应该更完美。OK， 这样有对称。